享受经典街机格斗快感，拳皇命运即可开打。拳皇命运由中国腾讯独家发行， SNK 旗下知名系列 KOF 拳皇改编而成，于今日开放不限人数测试，快来一起享受这款经典街机对战游戏。在拳皇命运里，将网罗 KOF 系列众多知名人物如草剃京、八神庵、不知火舞等齐聚一堂，让玩家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来进行对战，而且游戏中也将会把他们许多知名经典招式，如草剃的大蛇剃、八神的血之暴走、五的超必杀忍风等一一收录登场，让玩家们在手机上也能回味他们华丽的招式动作。在玩法上保留了经典的 3vs3 玩法之外，战斗中增加除了横向移动之外，更增加了上下移动的概念，玩家可以上下移动来闪躲敌人招式，并且透过快捷键的设定使招式释放更轻松。这次拳皇命运还找来Angel Baby 作为中国游戏区代言人，并使出新角色影与游戏 MV 影片，想收到更多最新消息，别忘记关注游戏官网。这次为了庆祝开服不限制测试，举办了开服活动，只要完成天书传记任务即可获得绝版 SR 武斗加影，还有其他丰富奖励等助玩家去领取，内容相当丰富。目前官网上提供了 iOS、Android 的下载点之外，并提供了专用模拟器，让玩家在游玩上更加顺畅。快来一场紧张刺激的格斗赛吧！